厨房。你真这么觉得吗？我想听你说实话。别再逼我了好吗？我要上去了。叶伟林，他儿子在咱们楼上学钢琴。我丈夫徐光涛。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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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好。以前见过，在杜梅的婚礼上。哦，对，见过。你们谈事儿啊？没有，正好碰见。啊。你今天下班挺早啊。出去开了个会，直接就回来了。要不，上家里坐坐。哟，不了。我儿子马上下课了，那我们就先上去了。好，好，再见啊！哎，再见。你还是走吧，别人看见。这个不用你来担心。检查结果出来了。出来了。挺好的。我知道，我快不行了。你从小就不会说谎话，一说谎话，我就能看出来。我自己的身体，我最清楚。已经快要。你没事，别胡思乱想。我不想再继续治疗了。我不会答应的。既然那么狠。就痛快地让我走吧，别让我。